人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浙江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陈欢。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愿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们、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。海外的华人同胞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冯小泉。你们好，我是曾格格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热烈的祝贺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苗宇，在此新春到来之际，祝愿海外华人侨胞和孩子们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平安健康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。Hello， 海外的华人同胞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曲颖。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我要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也要祝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们、小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。海外的华人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歌手熊天平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创作歌手 Marina 杨洋。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们衷心的祝愿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愿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们、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海外的华人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霞黄绮珊。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愿我们的海外的华人朋友们、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。海外的华人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一天哥哥。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也祝海外的华人朋友们、小朋友们能够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。